饮酒啊，较敖呢？无，拢无。你一日嘛大细声咧讲我，是你上歹，我上歹啊！你讲敖呢？我无较敖。凌晨三点多，二十四小时的素食店里，男子喝得醉醺醺，拿出手机四处乱拍，和女客人爆发口角。其他的客人看不下去，往醉汉头上用力猫了一拳。用什么兵哦？啊！你咩啊？你害怕？人家拢害怕啦！你一日嘛就来大声。前一秒还自己一副最厉害的样子，下一秒立刻求饶，再打电话报警求救。只是警方到场，醉汉却嚣张的把警察当作是自己的小孩。你敷衍呢？什么在敷衍呐、啊？你啊小姐，我怎搞？我前台我同个，啊不你去卡嘛？我未当大声，你啊你几日等？就说大呢？我无食酒，人家弄的。好说歹说，终于把醉汉劝回派出所，但他大摇大摆走下警车，继续发酒疯。这位林姓男子哦，这位浑身酒气哦，而且今天出演的话就是非常大声，就是动作也很嚣张哦。醉汉被打伤，提告伤害跟毁损。打人的一方，警方正在约谈到案说明，只是喝醉酒跟人呛虾冲突，还大闹警局，离谱的行为也难怪会让人看不下去。记者赖冠章台南报道。